手游酷玩。裁问，今天就圣诞节了，要不咱们去买棵圣诞树吧，好吗？不好，超市里面的圣诞树太贵了，不敢买。要不咱们去拿把斧子去砍树，可以不？砍树？豌豆射手，别这么想，我们都是植物，怎么能砍树呢？哎呀，那我们圣诞节可怎么过呀？好吧，哎，15分钟之后，蔡问，你真了不起，才花15分钟就砍了这么大一棵树回来了。豌豆射手，砍树哪有这么快呀？我是从集市上带回来的。我说怎么上面还有装饰啊？你不是嫌贵不想买的吗？没看到我带了斧子吗？难道打劫啊？ Merry Christmas 圣诞树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